上班呢、啊。我身为一个台湾人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大陆现在好多城市都太厉害，而且人都超漂亮的。这都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，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，在现在就是，然后全球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下，这里真的控制的超安全、超好的。你们看一下。现在超多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，而且好多人都不戴口罩，你就知道这里控制有多好。我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在台湾，他们现在是连家门都不敢踏出去的哦，所以他们现在是超级羡慕我，就是我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走动，就觉得全世界是只有站在这里，站在中国这里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心，非常非常的放心。这么好看的夜景，然后又这么安全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就是此生不悔入华夏。城市在我里，祖国一桌年的奇迹。抖音。